当掉，不要。我被也当掉了。渣男跳的挺好的，你们俩跳的都不错。这个玩意儿运动。妈，快跳了一个小时了，你。渣男这不是刚上来吗？嗯。这渣男这一点都结束了啊！今天第一天跳。感觉你这都看着能看出流汗了。你说你往里喷香。我说这能看出来你流汗了都。一个小时。你跳我不会跳，跳的不标准。几个小时？你跳一个多小时？哎、没有，没有一个多小时，刚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吧。差不多了也。嗯，一个小时。妈，你这样看脸上都是汗。红，脸红。对，脸都红了。衣服都塌了。这就是达到运动的效果了。嗯，但愿吧。我刚才看吴佳楠跟着跳了几个，就有点累了，有点。嗯、这是挺减脂，挺那个出汗的。要去拿秤看看，今天是第一天运动，运动10天20天看看，今天第一天记录一下。这就要上秤了。对，上秤称称，然后5天一称，10天一称，看一个月能瘦点呗。嗯。听说是跳舞能减肥，不知道能不能。肯定能，坚持就能。70.09。10天以后什么样？嗯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这有点晕。别吓我啊！你别晕倒了。嗯。哎呀。哎。歇会儿上，歇会儿洗澡。没事吧？真要晕倒哎，感觉你这有点面色有点红润呢。那面色红润是出汗。不会真要。是跳跳血液循环快了，就是觉得老不运动。觉得有点虚，我知道那种感觉，就跟我跑完800米一样，就有点脑袋有点缺氧似的。对对对，有点虚。是不是可能是第一天运动的原因？那可能是。没准你这明天起来还会浑身酸痛，也都有可能。嗯，有可能。妈，要不然你抻抻筋儿吧，一会儿歇会儿。要不然腿肌肉该疼了。对，抻抻筋儿，洗澡。